是欢喜多不愿，你对我就像梅香最近还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生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连节目中跟咱的朋友谈天说地，然后讲到这个学海无边，然后安怎学才是叫做根本，安怎学才叫做知识，安怎学才叫做开悟。其实然后每一个人，那为古早圣贤一直甲吼，因的册一直甲看。然后十四古今呢，用在当下，得看讲你的当下，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那是当下哦，有需要一句话，都有可能给你叫醒，有可能和你转变，嘛有可能对你一世人拢受益的吼、哦。这就是咱所谓的讲的法，法是用在啥？适合，法是用在合理、合道。刚好适合你，那这个法就是能够让你、哦、今生今世用不完呢、啊哦、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吼，真侪咱的道亲对于灵修的路真的很迷惘，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啊。所以咱就讲伫修啦，吼、哦、伫行的当中啦，咱讲要证悟灵学，必须要去了解灵学是一种超越科学理论的秘法，这不专业知识的吼。你要甲讲这个灵学，讲到底啊，讲到大家真正会了解啊，还是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咱讲，拄啊当啊开始接触的时阵，咱先来未神通，咱呢吼未讲啊，别人看有，咱看无。但是修学的，咱拢爱引经据典，方便理解的册，你也加减啊看。你言论上咱咧讲的吼，拢是。无法度讲，甲顶官真正实意，
搭摕落人间实验，所以只是和咱讲一个破名而已啦吼。讲学习经论、理论、知识，这拢是属后天的哦。为什么？就咱有个人讲吼，你要多啊念经就好，一根姜啦吼，啊就一根藤。你要一摆含我修学，透早就是念经典啊，经典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啊，那今仔日所做的功课，拢是为嘴念出来，无为你的智慧吼。所以讲内底吼，咱讲修正法一偏见的人足济哦。为什么？你说你修的是正法，我入了佛门也好，我入了这经吼啊灵修院也好，规工拢伫叫你读经典，读读个安怎来回向，安怎来做功课，安怎来做量奉盘，安怎来做啥，拢是为你的嘴，你没有去印证哦，你无去印证，所以咱讲灵学。是一种超越科学理论，这种的就是讲在咱用笔用讲的，你无法度去甲讲较清楚。十世古今用在当下，当下你都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咱常咧讲，咱在学的当中，绝对是一定爱根据你即马目前，你的智能智学。啊！甲你的联合，你的赞助，你讲你即马都初入门，都像咱囡仔读幼稚园，你要摕国校的课本互伊看，伊根本都无法度理会。啊！你即马读国校的，伊甲你听国中的课本互你，你嘛无法度去体会要怎么去运用，切搁较悬。有啊，咱讲咱的念佛啊，佛会当互咱转化，无唔对。但是你八色殿内底，你用会着佛的名语无？你用袂着啊，因为你唔知影要安怎用啊。啊，你着规工干那伫咧念念到哪念到散去，念到哪后结烂，什么都没有学到。所以咱讲吼，人呢吼，那啲学习都是欠一人知识啦。咱属于后天迄、那个色心开始咧作用的时阵，但是咱若无色心，有为的法。要安怎去学习？色心是对的哦，一当啊入来的时阵是对的，但是袂当进入原心无为。咱如果若袂当进入原心，吼、哦，迄、那个无为法的修炼，那你拢一直拢落在后天。规工伫咧念经背经，念经背经，你要讲你要创啥？你要创啥？用这经典要来创啥？上简单啦吼，没啥物甲咱的道亲讲，就讲修正言语举止。修正咱的五执思想，修正咱正法一偏见。咱人有拄着人咧创啥，你的偏见生出来了后，你的五执就走出来，别人做拢唔对啊，干那你做会对。所以有咱的师兄在赖乎我讲，梅香师姐指一个比较正确，让我们比较容易懂的哦，灵修的道路，那就这么简单。你即马是。学到多一阶段，你爱让我知影哦。然后你要进到多一阶段，你的灵慧、灵格有进到遐无？你像讲你的学龄都是国小，你不可能跳级直接跳到国中嘛？你的学龄只在国小，你就按你国小。你的学龄只在国中，你就按你国中。如果你是一个，吼、哦，咱讲超级的，吼、哦，人家来讲智商。比别人搁较好翻三倍，那么你国中直接听我跳个啥？国中卖读，你直接跳个高中，国中不用读，你直接跳到高中，吼、哦、啊，高中直升大学都可以啊。但是台湾有这种组织的囡啊，特聪明的孩子，别讲特优的孩子，澳洲头啊，省无超过我这些，咱那是一个平凡的，吼、哦、一个平凡的，咱今麦得当阿咩？开始要学灵学的人，你不要打妄语，也不要打妄想。人呢，要一步一卡印，一步一卡印，绝对不是按我跳级你就跳下去的。所以咱要先个修啥？咱为这个吼，人讲正理开始哪去甲看？对的哪去甲学？正理的册，就是讲袂予咱瞎书瞎见的册。有正能量的，有正能量的书，有正能量的修为，所写的这些人所留下这些书，这些神所留下这些，你加减甲看。
你就有法度修正你的言语举止，修正你的五级思想，修正你的吼，咱讲法级偏见，修炼心地爱放的路啦，吼、哦，修炼天性要提升，修炼咱的元神要主事，修炼咱的精气神魂魄合一。要修炼咱的元神、元气、元精、元神、元情、五元合一；要修炼理性、感情、觉性、悟性、天性合一。这拢是爱按部就班呐、啊，绝对不无可能，我你跳用跳的都过呀。所以咱的身份呢，那是有照照巧，咱定咧讲，心性是咧照咱的巧，唔是咧入咱的体啦吼，伊是咧照咱的巧，咱的灵界有够遐。咱的心性来照咱的窍来甲咱开始，伊安怎甲咱讲？伊嘛是甲咱讲，地主用在行功立德，知行合一啦，言行合一，讲会到做会到，袂使讲一款做一款。你行功立德，知行合一，言行合一，这是一个足合理的合道工课。所以研究了爱去实证，人定个研究实验胜过理论狡辩啦吼。这就是咱要爱的，身体力行性与言辞的争端，啊，言辞的争论，都在讲你是我非，变呐吼，咱讲变。今日咱如果讲是静，内底面有变，所以咱都论经嘛吼，啊，佮有改。啊，这呢，今日咱哪里做？咱身体力行。较赢过，甲人都啊辩论啦；较赢过了，甲人小坐啦，小坐辩论拢无效。你只要身体力行就好。正道的过程是一种不争的实相无相。咱咧甲人辩是一种觉性的开发，因为咱要了解，所以咱唔是讲吼要甲人小坐，坐到安尼一支病牙去牙咧安尼，无愿意屈服认输，这个都没有用啦吼。其实。咱不是要跟人相处，咱是要爱，是要爱你。所以咱就说修行吼啊，梅香师姐你讲较白咧，互阮听较有咧。修行的不离法门，咱定咧讲万法归一啦，万教归宗，佛果修缘，在咱逐天论较烂去啊，都一个袂晓讲，大家都会晓讲。但是我们要现代的修行，吼、哦，要用什么方法？半工半读，啊，要来。公司上班，还是咱咧做生意、做头家，还是咱家己咧厝咧顾囡仔，还是咱家己做家庭事业，咱也阁会当安怎半工半读五分顾八道哦，关心咱的囝儿是谁五分哦，咱的灵会当安怎有修学的机会？这就是咧讲，现在修行，咱也无甲理出一个真正。中道啦吼，互咱饭碗顾会着，家庭顾会着，吼、哦，咱家己这个灵本身呢，佫也佫有因缘机会，通来生长，灵格还可以转，吼、哦、转化。那这就是安怎，咱脚步爱踏稳，找一间你感觉有合理、有合道、真正足好的道场，那么你唔免讲吼，一世界去攀缘呐，你一世界攀缘。你唔啦，干那时间了真济，金钱也爱了真济啦。你要攀岩一根弓，内底你的基础就是啥？要打迄个基础，那一定就是啥？发财两行拢爱有啦，吼、哦。啊那无咧，你袂讲啊？咱今日来拄到这，拄到增加深的，一届去吼、哦、几十万、十外万的，你有偌济生命？你要当标花啊吗？你要入这间宫馆，你必须要用钱跟人比，身份才会提升。你走这种宫，走到尾啊，你会安怎？失血过多，吼、哦，然后呢，会觉得很冤，那就不要了。修行不入法门，咱干那要知影什么叫做万法归一、万教归宗、佛果修缘，迄、那个内增上缘，这是足重要的。现代修行人弊端吼、哦，真正安怎讲都讲未完呐、啊，吼、哦。但是咱眼中。希望讲吼，咱的道亲呢吼，你在人家的引导教化吼，一当中你爱去豆豆啊去学讲，伊甲咱讲啊，这有入理无？有入理，有入道，哎，你感觉讲有那种归属感？迄、那个归属感是你要的，那你就全身投入一半，
放在家庭事业一半，咱就有这个是有机会，像讲强修啦，咱设一个强修，还是讲加经，只是一个暗时啊，拜二的暗时哦，啊礼拜咱来哦赞经哦来诵经，和咱今仔日对这个所在人拢有因缘机会受到咱的先天，像讲咱即马斗罗元君切教嘛吼，嘛是咱斗罗元君万车之主宰，这么大的神呐、啊，伊的圣寿华诞。咱的九天母娘，九天母娘毛人吼、哦，伫这个教会的时阵吼、哦，吼、哦、去甲做也这一点，看你是用什么方式的、啊、吼、哦。那么呢，九天仙女也好，那个咱的中大元帅嘛好，吼、哦，咱的妈祖九九教会切教飞升嘛好。咱有一个啥？咱讲一间工地，伊有一个讲，互你休学的时间啊，拜六强休，其他拢回归到你的事业。回归当你的事业甲家庭，安尼敢有伤害到吗？未伤害啊！强修有强修的时间，你要学经有学经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拢当去顾你的家庭，顾你的母囝，顾你的翁婿，顾你的囡仔，顾你的事业。那这样也不会影响到，未影响到咱的家庭事业，咱阁会当有一个所在，吼、哦，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你参学，安尼是不是是一间足好的道场，和你有一个足吼足安定的，唔免开钱，大家拢总会当来修的，啊是众生所成就一个道场，都是要和大家做伙来参学，迄、那个参学的，诶，这个功德力呢，来回向和即个，甲咱帮助咱起庙，甲咱。功德本顶观，甲咱施舍，即个众生，即个总回向，敢毋是因为有恁，今日才有一间这么好的道场，啊，这么好的道场来参学，啊，咱就是有排时间表啊，就拜六共修，拜二学经，礼拜诵经，啊，安尼就是安尼尔，啊，其他你拢有当当赚钱啊，所以修真之道呢，吼、哦。就是第一，讲你是不是有把你的生活上，甲分了清楚，该赚钱的赚钱，该修学的时间来修学，安尼是不是一条足直的路？为什么修行的足困难？为什么修行个修个足复杂？开钱开甲会起惊，唔敢入去供庙，因为不去红，摕到大条钱了后，你人讲吼。一年被蛇咬，千年怕草绳啊！啊，因为咱捌经过这种宫，你就对任何的宫地呢，拢会存在着什么问号跟怀疑？会不会踏进去了，又从以前你最怕的又遇到了？所以今晚的宫庙，大家惊啊，无啥敢行，为什么？所以咱的师兄咧讲哦，梅香师姐听你节目听足久。足有感受甲赞同，昨天毕生宫我嘛来过，但是我感觉讲，也阁有真济人吼修甲真复杂，有个人讲甲较严重啊，讲修甲啥物拢无啊，归零啊，嘛也阁惊未出来。所以咱伫这个电台啦吼，会当方便的，就是讲你伫 YouTube 啦吼，还是讲你伫咱的这个网络内底吹。打五义慈天毕生宫内底有记事本，你甲拍落去，内底就是拢咱的节目。啊，够慈天毕生宫吼，要安怎来，要安怎来接缘，那就很方便。咱母娘伫遮，最主要是讲，要让咱遮有咧行灵山，还是讲有咧修学的，不管是你入了佛门也好，入了道门也好，一贯道道亲也好，拢总会当人做伙来安怎来参学研究。理出一个人生真正合理合道的修法，和咱越来越简单啦吼，愈来愈简略，愈来愈简单。修学就是这样啊，简单，不要把它复杂化了。你把它复杂化了，我跟你讲，家庭也未顺，事业也未顺，啥物拢总未顺，是咱个母未顺去啊？为什么？咱路个牛无直啊，路都一条直直呢？为什么咱个牛个呢歪曲扭巴？所以人讲入道之门啊，需要啥善道、因道接引。为什么你入道了后，吼、哦？你今日要入来这个所在修，你要有引导师无？哎呀，啊，这个引导师也阁是因为伊也阁真正了解你，
因材才能施教嘛。吼、哦，啊，咱人唔是咱人啦，入了这个内底，然后拄着魔心考验咱这个肉体，也是讲你即嘛经不起累世因果业障的讨报，层层的心魔关卡，这拢爱突破呢。所以有个人吼、哦，讲我要做你的引导师。那么要先给你头前面这些魔关呢吼，甲这因果业债、淘宝这顶顶塌塌心魔关卡，爱给你打开，要安怎打开？就是你的观念，你偏执的观念一直在那边。啊，你忘了那么多年，你的魔障还没有离开你。啊，这就是做老师要给你引人心，必须要给你清啊，清理啊所有不好的观念。把你归正了后，一下我都教你新的东西，你看有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啊，要导正一粒经济已经偏去啊，这粒经济要导正到真的可以很让你很放心很放松的修，又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花很多时间，你都定位在一个很好的道场，你就可以一路不牛说的一句话啦，说大竹旁需要有人给你接应，但是要上这个所在，你需要有时间，那个时间能排出来就好。都、就是让你坐啥，没有你坐区间车，哦，直达都是今麦在坐啥。咱今麦讲啥物上紧，飞轮机上紧，咱唔免讲坐飞轮机，咱来坐高铁啦，吼、哦，直达车，就是一入这个法门，就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不会去耽误你。你家庭婚姻事业拢顾会好，囡仔你也教育会好，大家看你也友好会对，这种的道，这是正讲咱要爱的。起码目前人间上需要就是会当喏兼顾事业、修炼兼顾。人讲事业跟家庭跟灵修可以，唔免和你挂碍，这就叫做啥？母娘即嘛，和咱的上介简单的。上界未和你复杂的一灵修方法，你照着这样做，不二法门，你就直接上达。安尼干无真好。啊，今嘛咱拢修甲挨挨杂杂啊，修甲含即间讲好啊，无啥敢去，间讲也无啥敢去啊呢。啊，关门自修，如果修无落来，关门自修修无落来，迄是足悲哀，家己想家己丢嘛，真悲哀。总是呢，咱嘛拜托吼，咱足济一挂吼老师的啦吼，咱若真正要学啊，咱绝对呢吼，一定爱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吼，去让一个真正想要灵修的这粒经济爱去甲护啦吼，善护经济是咱做书的人最大的功德啦，你讲是不是？不然你要修什么功德？善护这粒经济，卖惊偏去，好个家庭。哦，事业会稳定，和伊有法度好修事业兼顾，这就是一个真好的名师。他不会让你放弃家庭，哦，啊，你开一寡无路用、无营养的钱，然后囡仔棒棒的，安尼直直直直咧，吼、哦，在走山。这种的道场，就是咱要参学的好道场啦，吼、哦。那这个忏悔是咱的严师姐所点播的，然后咱今嘛都给播上哦。Thank you.
随着这段国乐，你先要甲咱进一段广告。昨天毕成功，咱的宗旨是伫分林关大陂乡三吉川中陂16-52号，服务电话是5916-05。我关切到现在给05，这是咱的九月初七，嘛是粮食丰都节日啦吼。咱的妙禅师姐也恭请着咱六房天上圣庙啊，这个分林金身呢吼。啊，要等于超顿安州，然后那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啊！呢，来，咱就嘛讲到慈天毕生宫的道场是一个好真淳朴的道场。那淳朴到什么程度？就是进来也没有什么花样，然后就是一座让大家能够安定心灵、安定心神。你了咱慈天毕生宫的道场，第一道门进来，你就会 看到宽敞的停车场。第二进门，你就会看到慈天毕生宫的吼，咱的龙池，就是咱的客源台。第三进门，就是供奉咱六房天上圣庙、六日圣庙殿的第一个殿堂。那二楼是咱的布吉罗摩殿，有东华天夫，啊，加咱的西王母娘。五庙祭祖，还有刀那元君是咱的，咱这个刀科刀场上盖好的所在，然后那个磁场真的非常具足，然后三楼呢就是咱的清虚殿三清道祖玉皇大天尊三观大帝，咱奉请着咱道教一代天师道灵天师，啊，加咱加持神君文武兵呢，就是文昌五文昌帝君，然后加武财神。所以咱的中路在神，五路在神，然后这就是咱慈天毕生宫。那么在咱这个吼东边这边呢，有咱的圆通自在天尊，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的殿阁。有咱的药师佛，嘛咱的地藏菩萨。甲今一年为咱的客源台，就是为咱的七星桥过了客源台，直接入宫，安尼就叫全部慈天毕生宫的格局啦吼，伊这个格局，就是咱先天吼啊，所来给咱定格，然后定格啊，所以定格了。慈天毕生宫呢，咱足单纯呢，就是心性底下等待咱这所有的灵学、灵修、共修的咱一挂吼，咱叫根，咱讲根苗了吼，就是咱母牛咧讲的精致，伊的灵啊囝，伊的量力红露了吼，台令回宫。参献祭啦，台令回宫，回了宫地吼，也来回母娘，啊来回三清，来回菩萨。最主要是要回啥？回着这个灵山宝地灵脉，和咱好好一个所在，通来开窍共修啦吼。所以没想呢，嘛是因为感恩啦吼，有这么侪道长前贤的指导，有这么侪同学同修孙阿姐来共同来。和慈天毕生宫呢，吼，有迄个因缘机会，用多元化的教育，吼，大家当接受正规正统的这个道学。所以，咱有邀请到老师来讲课了，吼，咱有这个大孝老师来讲这个道经课，啊，还有这个林志坚老师呢来讲到这个纯阳，纯阳，吼，来这边有这个易经八卦，还有讲到这个人灵学的修为，然后。所以咱讲，老师，咱恩请是咱会使讲是灵学真正当、真正派，吼、哦，这个派名拢真正格，而这个老师呢，来甲咱做着这个教导安尼。那慈天毕生宫呢，咱伫这个道场，吼、哦，还是讲咱伫电台咧讲的这需要的经费，拢是咱孙兄师姐呢，恁的一份香啦吼。来赞助咱的节目，也是讲，咱有甲咱介绍到，吼、哦，咱会当对着咱家己的这个身体保养啦、啊，或者对家去保养的物件，也是讲对着吼、哦、咱的这个香烟啦、啊，未污染的香品来甲咱做介绍、做推荐。恁的一份香，就等于咧赞助咱的节目经费，功德无量。啊，即嘛寒天来啊，啊，咱也感觉皮肤较过敏的、较打手的、较会溜皮的、较会闭的。那你当换一组啊吼，天然的，
真正是适合东方人的体质的合力美化妆品系列，真的是很棒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很简单的把广告带过。啊，咱若要听节目，要伫 LV 吼、脸书洪正文师兄、大宇师兄给咱转档，那种电子吼、用这个吼、电脑给咱的经典吼、然后呢吼、有这个有这个经，搁有这个声音，啊，搁有字幕啦吼，搁有字幕叫做电子经书。啊，由大宇师兄来给咱做转档的工课安尼。咱的 YouTube 听到喜结善缘，或者是讲咱对咱的吼、这个 Google 来底，你甲拍慈天必生公五字，慈悲的慈，天顶的天，必须要的必，生命的生，慈天必生公来底，啊呐，去甲找喜结善缘洪正文。都找得到 ，Google 都找得到哈。底下呢，再一次的感恩呐哈，同道护持，好啊。以上给咱这个道场做一个介绍，咱的哦，咱的商品做一个推荐呐哈。以上是广告哦，咱要结缘直接卡电话591605，感恩。来。咱呢，虽然这呢有足济问题，然后咱呢一一呢吼去甲解说一下呢。咱讲摸心靠体，也是讲无多吼，拄着一寡吼，咱讲累世因果业障讨报的，这拢总是魔考啊吼，魔考层层的心魔关卡，这拢是考验。咱要去甲破，魔由心生嘛，心中生三动呢，贪嗔痴，这。拢总是吼、要安怎，互咱了解讲啊，要安怎对这个贪嗔痴三毒去甲化解？真多解未了啦，讲真道假不了，假道真不了，这是梅香定讲的。讲既真人莫说假话啦吼，啊，那是讲你是一个真道人呐、那么咱就唔免烦恼人甲咱考试啦吼，伫这个学修行正悟。咱为人师表的人，绝对是安怎爱心吼，把咱家己管理要好啊吼。所以咱讲修心养性入圣道，行功立德正法界嘛。性命相修五真理，福果修缘三世缘。咱感恩咱的神父，感恩咱的母娘的教师和教导，咱来感恩的足济啦吼。啊，但是呢，咱的天上圣庙呢，伊领天办地做的工课，那母娘呢？伊有迄个权来开设，咱只众生，只所有因果业债，但是亲情的夙愿，什么叫亲情的夙愿？其实冤亲债主拢是甲咱上亲的人。你看台湾全省，你甲你无熟悉的人，伊害你袂着啊。是你的亲戚朋友来甲你借钱啊，因为你介有亲戚关系，伊毋则甲你借会着。今日你的亲戚朋友甲你有恩怨，是因为你甲伊有熟悉。啊、所以咱讲母仔囝、爸仔囝，四种因缘来，报恩报怨来，也是要来了缘，吼、哦，也是要来讨债，这拢是啊。所以怨亲是咱家己累世所有的熟识，咱家至亲有血脉关系哦。像我这个老母老爸，饲你这个囝饲到大汉，你无报恩，反倒等回头来，和这个爸母呢，跟他逆逆个破病，你这条。你累死，你敢行得了？你行不了。所以咱有足侪人讲，啊，我冤亲债主是安怎呐？是安怎样啊？我都有咧做咧。啊，现在要阁是冤亲债主，你一世爸母哦，你耽误，甲你饲甲人权汉大，你去做歹囝，无倒来甲回馈，肉体咧艰苦病痛，你无倒倒来甲处理，互这个老大人怨恨怨甲死，讲饲囝无道理呢？吼、啊恨恨甲死，安尼你甲想，这条因果为对来？啊，咱先来讲，这世人咱甲父母的因缘是安呢，就是你顶世人所做的啦。如果你顶世人是做囝，你不孝这个父母，和这个父母怨叹甲死，肉体下不了，伊会倒拜哦。换你，你不孝父母嘛，即马换你来做父母，换父母呢来做你的囝儿是谁来甲你讨报？这个冤亲债主，敢讲你去开？几万块，还是讲你开3600，安尼就解决了吗？安尼你就行伊啊吗？
所以咱累世就是功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回向。一年春秋两节个做，咱也阁无够伊行伊一丝，那么你过来生啊好，人工的条件兑换嘛，你来教他爸母，即马换你来做这个爸母，换这个爸母来出世做你的囝儿是谁？换伊来教他你，你想这种的因果，安怎你嘛理袂清？所以因果是伫咱六亲眷属内底哦。伊若无你去台北大车头，你个买便当都要坐啦，你都找无一个甲你有熟识的人啦。雄雄叫你看到嘛是擦身而过啦，他会来害你吗？不会。他会来坑你吗？也不会。但是会折磨你的是什么？你的家后啦，你的儿子啦，你的囝啦，你的孙啦，伊会来折磨你。这就是叫做啥？恩怨情仇拢在冤亲内底面啦，冤亲内底面，这拢总你的冤亲债主呢？是累世交换，只是咱讲立场交换，吼、哦！你较早做阿爸阿母，即马换来出世做伊囝，啊，即马换你来接话伊，同款的意思啊。所以咱今日要修心养性入圣道呢，就是得要甲这因果来甲解围了后，和解了后，你爱个转念。伫即马即世人爱对爸母较好咧，对爸母较友好咧，囝儿是谁？要尊重父母，温重如山，你后壁才袂用解讨报呢。吼、哦，因啊无你这世人啦，不孝父母，后壁长落落因果啦，伫遐咧等你啦。所以足侪人问我梅香师姐，我冤亲债主到底是做偌久？爱做偌久才会无冤亲债主？你想啦，咱母娘讲，咱这粒灵苗落到这个人间六万几年啊啦，你一世人耽误几个啊亲戚朋友，你都。吃不完多做做，你就这一辈子你怎么还也还不了。唯有安怎，唯有修行呢。所以咱讲吼，要化解吼、哦、这个三世因果亲情宿怨，吼、哦、这个遗憾，咱爱反省忏悔，咱唔只有法度化解这所有的因果。所以讲，明师甲咱引导，有的人讲我来闭关修炼啦吼。啊，出关来验证，但是呢，修行呢，哎呀，够真侪弊端呐、啊、哈，不是说你躲进去了，你就能修出什么事啊哈？爱家己反观自身，正道之路是爱先安怎，先去了解这个因为对来，这个果要安怎圆满？你家你那拢唔捌，那你外头修啦，今生修行的因果是藏伫对，所以咱人吼。那伫个讲，嗯啊，阮无拜无代志咧，吼、哦，啊，阮无修无代志咧，啊，阮即马一个修，啊，现在哪会安尼，一条一条一直来，咱已经甲开启这条啊，阿拉亚识内底记忆体内底，伫动手之间亲身有去体验到啊，拄当啊开启了后，这个灵性开启了后，你会感受到啥？感受到精神今生哦，这个因果它就会慢慢的诶实现。实现在你要修行修正的路，你必必一一爱去甲爱去甲安怎化解，一定爱去甲圆满。你有要希望你这条灵开啊，那么伊会在这个时空隧道里面开始因缘，就是要你圆满了嘛。咱修行干不是是要来圆满高业的吗？吼、哦，现世报就是咱即嘛，每一条起来咱都是要甲圆满。所以讲经。吼、哦，咱常咧讲经由这所有的业果，咱要转化今生修行的路，就是要为这开始。所以讲开启了咱的这个阿拉亚识了后，这个记忆体打开了，就是劣势迄个关卡打开啊，开始，伊就开始一条一条，就是要你圆满的。啊，既然要咱圆满的，就是好事啊嘛。咱讲会当行的加行卦，会当做加行加做卦。咱要转化今生修行的路，都是唔通讲，因为惊因果，哦啊，因为惊人家咧讲你有冤亲债主，啊，你啊讲到你就开始退，唔是安尼哦。咱爱认真听，这条是为对来的，是你的亲人，啊是你的六亲眷属，类似是甲你什么款因缘，所以今日来加做伙，那你要安怎来讨？所以有个人叫后生安尼，日家呢样样要去吊刀自杀，你爱去甲。开这个因果这条，开始甲解说给伊听，
啊，你过去说都因为安怎安怎安怎，所以今日伊才来接我哩，你嘛袂使讲伊不好，这是来讨报因缘。那你做老母还是做老爸，你开始你会接受啊，那你开始要做好好事啊，做功德，开始去回向啊，安尼你这条，人讲因果不灭，伊就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定律，你怎么对待人，人家就怎么对待你，这是一定的啦吼。所以咱今日要讲到这，和咱的道亲了解讲，这个因果要怎么化，就是由你今生。所以人讲现世不来啊，你今日灵已经开啊，那么你因缘来啊，啊你敢会当讲我因为惊冤亲债主来搞我讨，所以讲我规世人拢无爱修，我嘛无爱去庙拜拜，我嘛无爱做好事，我就安尼个害，安尼个害，到尾也死啊，后世人同款阁来，这条路阁行一届。同款阁行一届，所有因果拢同款阁行一届，袂因为你死啊，这因果就无爱解脱，无可能。所以咱讲今生来正道要来了愿的，最主要就是要了什么愿？了你过去是有亏欠人，有得失人，有做一挂惊天动地无应该做这因果业债，互你有这个生命去了解，有这个能力去了解，你有法度去化解。安尼你唔知，我都讲无债一身轻。啊，咱无欠人个债，咱上大；咱无欠人个债，就无人来甲咱讨。今日个我都做个清理因果了后，你就是一个真人呐、啊。上不愧天，哦，下不愧地，中不愧父母兄弟。安尼就是你的架杠已经跪了这个真人角落嘛。这个角落来造就真人，你唔知道我都去南天门，南天应月，南天是行政门，你唔知道惊的滋味。那我们今天把修学、灵学先讲到这一段哦。来听一条人生啦吼，人生必经的课题啦吼。有的囡仔出世是足古锥足活泼，但是有的囡仔出世咧病院走未停啦。较早你破伊个家伙啦，即马伊换来做你个囝做你个孙，同款你今生个家伙，伊无甲你破甲完，伊未走啦。破完伊就走啊，即嘛叫做讨债啊。今麦在收听一个人生，人生的过程有欢有乐，有悲有喜，然后喜怒哀乐拢总有，然后来咱讲大道来对你讲的心性的修养，今日没想要跟咱讲这个正二觉，正二觉正即清净之境啦，言处心
一日24小时，随精随地随时精。为什么讲爱随时精、随地精、随时精？见到代志嘛爱精哦，无但静中宁静啦，脑中亦宁静，无事宁静啦，有事亦宁静。啊，你拄到什么代志，你心嘛爱静落，你才有法度去分看是非好歹。你心无静，你会乱成一团呐。所以道家讲，心性修养练精，这个精力，这个就是骨窍。道祖十六字诀，即马讲到精力。道家养生讲究动静交用，是劳其躯体，以静其心神呐。道家奉老子清静无为为主旨嘛。毕业禅祖师讲大道以无心为体，妄言为用。妄就是妄了，这个妄了，妄言为用，柔弱为本呐，清静为基。儒家明主提倡讲不动心，不动心，不动心之教，也就是言静心。心性修炼讲究心，需要清佮静，方可会当止，会当定，能止能定，方能不动如山呐。初心即然不动，方能一灵独角啦，神功独照，便可感理随通，妙应万方。静也可以当合意天心，这就叫做单道修炼的静定功夫。所以，伫咱的每礼拜六咧讲修的时阵，前面这一段20分钟、半个钟头来底，都是要修炼咱这个静力骨，要怎么把它静？虽然咱的身体哦，逐工拢做工过，做个足疲劳的，不过咱静落的时候，咱要静其心神的时阵，那么你就是爱安怎？你也把迄个肉体放下袂记哩，用放松，放松才能够增长吼、哦、啊，咱足好的细胞啦，咱细胞逐个月拢爱汰换，不好的全部要把它去除，好的细胞会过来。这就是在由着啥？你平常心，你有法度在净化当中，你才有法度练用呢。单刀修炼的静定功夫，所以一般咱一讲啊，讲啊，静有啦，我目睭开开，有啦，我有咧静，我目睭就开开啊，我都无咧讲话的。嘿，咱的心是安怎？心猿意马咧加滚呢，唔知几千只马伫遐撞呢。所以一般的静，咱即马是咧讲究，吼、哦。日常生活中的性灵、心情、心气，咱今日囡仔讲啊，性情吼、哦，咱都足暴躁的，你嘛无静啊；你的心情足懊恼的，你嘛无静啊；吼、哦，你的心情足复杂的，你嘛无静啊。咱需要用这个心气，吼、哦，去力求宁静，唔通浮躁，不可暴急，袂使妄动，在任何情况下。咱都讲行诸坐卧啦，心，吼、哦，咱讲心坚定、清闲、静寂，虚灵自在，万灵不扰，万念不生，万欲不起，万境不摇，万境未动摇你的心，这才叫做真静啦。不动心，随时静，是咱静而觉的法门。你只要不动心，随时随地你都能够静下来，然后都能够静下来。所以咱常咧讲吼，静坐修道啦吼，啊，咱讲拢有啊，阮有咧静，静坐修道者，心性修养中是究竟重要法门，但是静是动的，相对哦，静是动的相对。你即马有咧当有咧做工过，但是你的心是静的，静是动的相对。既然不动，越静；但是无声无息，越静；一念不生，越静。静即无欲，无欲即刚嘛，静即无念。无念即定嘛，但是即个定静安如得，而且大家拢会晓读。所以讲吼，《黄角经》内底咧讲，诸菩萨处极静，有静力，应断烦恼，一旦断烦恼，自然一心定人即人嘛，得大自在，大逍遥。但人生呢，讲要即完美哦，较难。吼、哦，啊，所以讲静坐究竟，地静得静啦，静静的方法之一。最主要是，咱讲心不外驰放，哦，神思不乱呐、啊。
所以道家静坐以修心养性、修明了道为主旨嘛。静坐功夫在养心、养性、养精、养气、养神、养法、养慧、养行、养用、养人，这十大修养功夫修全了后，人就生性可以定性，可以神化，可以入道。所以咱讲，咱咧强修静坐啦吼，静坐的方法，人生修养的方法，这个静是最上乘、最简易的修养方法，上上乘的，啊，佫上简易的修养方法，就是咧主静的功夫。但是伊足歹落手啦，是因为安怎？因为咱这个静力，实在讲，一个人要好完全有法度静到极静，那不是一般。你慢慢的修，慢慢的堆叠你的能量，你就懂得无妄想，吼、哦，无动摇心，吼、哦，那无这个妄想给你牵引，无因为这个妄想心，啊，无因为咱的心猿意马，咱就有法度道道扭动啊，道道扭动。所以讲，咱讲静坐，头前面的静上要练半年啦，了你再有度打坐，叫做打坐。炼丹然后就是前置的功夫然后昨天必须说下晡时两点半我们有这些时间既然我们性命是领天板地做就是说我们的运不好那么呢我们就是欠这个禄那么我们要去交禄库就是求三观大帝咱今日然后一挂祖源的问题、倒棒的问题啦、公妈的问题，吼、哦，咱要清洗性命，有该也无该，也就是讲，咱呢所供奉的神圣，哦，啊，对咱家己的内底安坐安了有好势无？哦，这呢就真重要了吼、哦。所以咱直接咱讲神是咧定咱厝内底的灵，甲厝内底的咱所有的磁场啦吼、哦。那跟咱平常时配合同款的意思。一波是两点半，有这些时间啊！咱若要结缘，咱直接打电话591605，我关切多金在给空五，感恩今日咱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